鬼，千万不能说你瞅啥。瞅啥？哎呦我操，小便，你给我等着。你不累？你有病啊！你追这老远啊！我累，但你挑衅我必须干你。不是，我就不明白，我就问问你，瞅啥？你自己追这么老远吗？在东北这么叫的不行。行行行，我知道了，灯。哎，回来来。又咋的？不行，老灯也不行。行行，我不叫了，行不？回来。又咋的？走，跟姐吃个饭。我不去。哎，你不去？啊、小姨，你穿这个造型，你整个裤衩子扣脸上，你在这溜达穿这样干什么玩意儿？不是，你就跟穿成这样的小姑娘就这么说话的呗？啊，我进行搭讪方式怎么地吧？谁教你的？你管你？牛棍回来，走吃饭去。我不去，我能干饭吃还咋的？我就不去。哎呦，去去去去。